先生们，今天有一个给力改造 ，A special 夏天显示特技。我找到了我周围最街头风格的中国哥们，咱们现在要去教他，然后把他从街头男孩打扮成夏天显示。Let's go。OK， 哥们，我们现在在商场里面，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很短的。自我介绍，所以 Sunny， 你为什么在这个视频里面？耶、，Hello， 大家好，我是学表演的学生。然后我第一次见到给力哥的时候是在练 MMA 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他打扮 really nice。所以 Sunny， 你平时穿的是这种风格是吧？耶、很随意的运动风、街头风。所以我们今天你要把你的街头风打扮成什么？精致绅士的风格，给力帅气。Okay, 现在咱们分析一下 Sunny 的街头风格。OK， 看看帽子，看一下街头风格是吧 ？Yes。所以我们扔掉。接下来他的头发，看看他的头发啊，这个其实很好看的，他就是没有弄发型而已，有点乱。我们给他弄一个发型。Yeah. 脸型，他这个脸是瓜子脸。特别帅 ，triangle 瓜子脸，这个可以配刘海，也可以配一个上面弄起来都可以，挺好。下面看他的 jacket， 这个 jacket 有点乱啊，有这么多字，有这么多东西。我们精致绅士的风格比较干净，所以这个 jacket 要换一下啊。下面更下面，我们看看这个裤子，篮球裤子啊。今天我们不打篮球啊。所以我们这个裤子要换，然后更下面就是也是运动鞋子啊。咱们现在去给你改造，怎么样 ？Yes,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this way. Okay, come on. 我们第一个点就是 you are。那么今天因为这期视频没有赞助方，所以我们尽量要消化钱。我定的预算是1000以内。Sunny， 你觉得可不可以？我觉得是没问题的。Let's go。耶，给力！我觉得这个不错耶，很修身啊。你看一下那个领子，看一下这个领子，这个领子配不上你的气质。Yeah. 看领子就知道了，不要了。看看这个面料，哥们，如果你买这种 polo shirt， 你可以看它的领子，如果它领子有面料很乱出来了的话，它就是质量不够好，别忙。No, 哥们。Why？ 太宽松了，你看这么宽松，你的胳膊多少？你肌肉一点都没有， yeah. 看不到。这个是街头风格。No, 我们要找另外一个款式啊。OK。Yes。Wow， 帅气！这是一个技巧，哥们，我也说过。你看看他的二头 ，It's tighter around your arm, around your 二头 and 三头。他是故意这样缩紧，所以可以让你的。二头三头整个更有肌肉 ，Yeah，that's look at that， 肌肉，它会秀出来你的肌肉，所以这个好看。Let's go， 哥们，这里是白鞋的天堂，看看，都是小白鞋，而且不贵，就200以内，特别好，我们给它选几双。这个还可以，这个挺好看，那个怎么样？这个就是这腰夹帽啊，左边太短，不要了，不要了。看看下面，都是夹帽了。我袜子要脱吗？袜子肯定要脱，你看，你看看。哦，不要了，那个袜子肯定要换。穿白鞋就要配穿袜，夹帽。OK， 买单啊！穿袜、白鞋可以200，可能100左右啊，买。OK，selected， 下一站。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衣服，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的风格。价格不是很便宜，但是质量不错。咱们看看。好了吗 ？Yeah。
耶、yeah, 给一个 OK 了。哦吼，可以，你自己感觉怎么样？自信吗？自信。开心吗？开心。帅不帅？帅。OK， 现在我们要聊头发发型。我有一个想法 ，Sunny， 你听听。嗯。两边剪剪边，然后上面剪一点点，弄起来怎么样？我觉得不可以，前面一定不能剪，因为我现在要往后梳，要打算留辫子。啊 ，OK，、嗯、All right， fair enough。那油头怎么样？往后。OK， 不剪，可以油头往后。对，两边剪边。对，说定了。说定了 ，Let's go，Let's go。对，油头，因为现在扎起啊，是吧？这两边剪边就好，这里油头。对，但不要跟我一样。睡一会儿啊，那可能有15分钟、20分钟，我先睡一会儿啊，休息，先是需要充电，休息一下啊。油头帅死了，咱们去下一个店。Yes， 走。大家好了，现在我们看看夏天现实的 Sunny。Yeah, I feel very good. Yeah, yeah, you look very good. 咱们看看你的衣服啊，这个是 UR 买的，现实 Polo， 非常适合夏天，领子非常显示。然后下面是粉色的裤子，也是 UR 买的，这个颜色很适合。春天夏天比较冒险 a risky color. It suits the light blue, and it's more of a summery color. So we're not afraid to wear the reds and the pinks when the summer comes. 然后最下面就是白鞋，白搭的白鞋。Sunny， 你感觉怎么样 ？Very good. Yes, yes. I like. You look good. But 它可以将 look good 显示帅气，吓一跳就更帅气。Sunny。回去换第二套。Ooh la la, sunny, sunny, sunny. This looks great. This looks really good. 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比上一个好。比上一个好。Yes. 我帮你弄这个啊。Yeah. 这个要弄掉，哥们记得啊。那么这个 light wash denim. This looks great, especially for the summer. It's got that 绅士 feel because it's got the buttons, a long sleeve, 卷发 the gay lee 卷发 very 帅。然后白裤子非常夏天 ，and we have the 白鞋子。How do you feel, man? 拥抱一个，拥抱一个。但是我们忘了买墨镜，所以穿一下。欧啦啦，欧啦啦。你们在哪里买的呢？这个是在优衣库买的，优衣库白鞋普伦贝。Okay, Sunny， 你的手很臭。Your hands look ugly. Why? 为什么你的手不好看？因为没有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是手表。Every 绅士 must wear a 绅士时钟电表。第三套就换了一个上衣，因为哥们 ，buy hey hey buy 穿搭是最简单的、最经典的姨娘之道，哥们就是姨娘之道。你看他这么帅，最喜欢哪一套？今天我最喜欢中间那套，中间那套我也最喜欢中间那套，但这个也帅。Yes， 这个也很帅的，特别帅。OK， 就说到这了 ，Sunny， 非常感谢，特别感谢我的兄弟。特别感谢 ，and 非常感谢你，哥们 ，Thank you so much, Sunny。如果哥们喜欢了这个视频，他们应该怎么做？点赞、评论、转发。That's right, 哥们，下次见。Yeah.